金刚经又是叫做摧毁一切的经，这才是真正的金刚经。你如果在金刚经里面还提到某一种东西是佛所讲的规范出来的话，还不懂得金刚经，非常深了吧。谁能够了解金刚经？能够讲金刚经的一定是明心见性的，一定是得到如来的真谛的，才能讲金刚经。您了解金刚经的真实意吗？你以为读懂文字就是了解了吗？这一段文字大家都应该很明白，但是其中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，不要小看这一段文字哦，这一段文字也要讲好多天哦。里面啊，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哦，我告诉你哦。你慢慢来讲讲，唔知。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哦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望文生义是不够的，请珍惜学习的机会，带着《金刚经》的经文一起与美国西岸时间每星期六晚间8点、星期日下午3点锁定西雅图雷藏寺同修及彩虹雷藏寺护摩法会直播频道，聆听一位明心见性具足正量的法王莲生活佛讲授《金刚经》。如果您没有纸本的经文或不方便携带，真佛波野藏已为您准备好了电子经文，只要运用您随身携带的手机，上真佛波野藏网站，到真佛总集页面，在总集类别设定向下选择《经藏部》，按下开始找书键，您就会看到莲生活佛讲授《金刚经》，然后将书借入书包，就可点开阅读。书里除了《金刚经》全文，也会随着莲生法王的历次讲授内容，文字及影片陆续收录，让读者可以重复阅读，细细理解。